你还好啊？你弄班妹呀？啊？你帮我紧张，你帮我紧张，我紧张。那我再来两五位。哦。呆滞。然后还有那个。哦 ，OK， 好了。他时常来我这里吃啊，所以他不是车祸了，他是疾病，对不对？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，他就他说他那种呆滞，一直多起见。对。阿哥，要下山来。对啊，我会帮他找啊。他说他好像有一点就全身僵硬了，低血糖啊。哎呀哎呀！谢谢。哦，不会，是，我还常客，对。